我们再重复一遍，我们对于香港人民对自由民主的诉求哦是支持的，而且我们也关心，但是我们不介入。好，总统只是香港进入关键阶段，那昨天洪金波呼吁香港、台湾一起抗共。我们再重复一遍，我们对于香港人民对自由民主的诉求哦是支持的，而且我们也关心，但是我们不介入。好，那对于在这个过程当中，香港的人民需要人道协助的，我们也会按照我们的法律提供必要的协助。